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2015 Benz D180 是 Benz 旗下的五门掀背车型。那这一台是总代理的物件。那它车子内外观其实都还蛮漂亮的，我带大家看一下。后座车门气氛，后座内装气氛，完整度都非常高。相当漂亮，前方的车门气氛，三组的记忆电动座椅，驾驶座的皮椅状态，非常绵密，都没有皱褶，没有过度使用的痕迹。跑57,定期保养，定速限速拨杆，自动头灯。换挡快拨片，音响快拨键，手拨式排档 ，I key， 配置有倒车影像，我这边有恒温跟驾驶模式的切换。15年 E80 Power517车漂亮，有兴趣的请把握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